是对我们家属一个安慰吧。嗯啊，这个时间的话呢哈，虽然已经是一年，一年多了，也就是460多天了啊。嗯，然后我怎么说对我们是个安慰。反正这一年多你们一个弟弟生下来痛苦当中人生里，每一天的话都是他们的影子，有的话这个好像就是做一个梦一样啊。真的希望这个事情就是说没有发生，要是说已经是这样的话，已经是现实，那也没法改变了。